一个不了，名将就人群，始终就人心。我们是魔教妖人，那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算什么？今日只要孩子，无论能打扰武当，你真的以为你自己人手无敌吗？想必你没有足够的武阳，不愧是顶天立地大丈夫。为了得到宝刀，已经有点失费了。挡我还没成，武器。